Eva 剧场版最核心的主题其实说的就是对虚构幻想作品上瘾的阿宅要如何认清真正的现实。那偏偏 Eva 本身是一部虚构出来的幻想作品，就让人五味杂陈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他说的确实都对，现实当中的我们已经到了成人的阶段了，要去照顾自己的爱人和亲人，不可能被凌波丽和明日香去占用接下来的生活和精力的，因为他们终究是虚构的纸片人，虚构的角色是不会长大的。但是我们却不一样， Eva 的世界可以重来，但是我们的世界却不一样。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您的时间。